这是我妈妈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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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紧张吗？紧张啊！不要紧张，要发挥啊！啊，发挥的好，对不对？发挥的好，挂光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郑清红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了啊，拜。好，我叫郑秋红，今天我来到梦之声，就是想要在这个漂亮的舞台上唱首歌给一个人听。大家好，我叫郑秋红，我来自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。哇哦，你拿吉他哦，我们今天好像还没有看到女孩子自弹自唱哎。哦，你要自弹自唱吗？是。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曲目？小手拉大手。姑娘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，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，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，游乐园拥挤的只是时候。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，一起把完全奢侈的享受，有一次极力愚蠢的困惑，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，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，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，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，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。给你我的手，像温柔野兽，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加油，今天别想太多。你是我的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加油，向昨天挥挥手。给你我的手，像温柔野兽，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加油，今天别想太多。你是我的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加油，向昨天挥挥手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加油，向昨天挥挥。哇，真好听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你让我想起一个歌手叫杨钰莹，她的音色就是这么的干净不做作，特别好。谢谢老师。 I like， 我喜欢。你看你把我逼的都说英语了。你脸上的腮红吗？还是有点害羞呢？你管呢、啊，你看你让你现在点评，你上来就说脸的事儿了。我当然不能让大家说我是外貌协会的，对不对？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？因为每次唱这首歌我会想到我的爸爸，每年中秋节我爸都会带着我和我弟弟去看月亮，然后猜灯谜。我爸爸很厉害，他每次都可以猜对很多，然后都可以赢很多味噌回家。当然了，不然他怎么会是你爸？对，我爸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、啊、他会很多乐器。爸爸有来吗？爸爸没有来，妈妈来了。嗯，那你这首歌有没有唱给你爸爸听过？我一直以来就想把这首歌唱给爸爸听，我学吉他的第一首歌也是这首歌，可是我没有机会。爸爸为什么没来？我爸爸在我17岁的时候得了肝癌，然后1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嗯，不过我有一直记住他对我的嘱咐。我记得
在他走之前，有一次他拉着我的手哭着对我说，说女儿，家里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，就爸爸也只能陪你走到这里，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，要坚强，要独立。我一直有努力的这样去做，所以我想今天在这个这么漂亮的舞台上把这首歌唱给爸爸听，他一定会听到的。我想请他放心，我一直都有照他的嘱咐去做，我现在很好，在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找到一双像他这样厚实有力的大手，拉着我继续向下走。你的笑容很有杀伤力，那我希望能够看到你未来发展的空间跟潜质。我们集体不谋而合一次怎么样？好、啊、OK， one two three go。 谢谢，欢迎加入偶像学院，真的很可爱。更多独家视频尽在乐视视频 APP。